这就是传说中的水蛇妖。哇，这个难。最后这一组环大概有多重啊？本来以为是一个技术活，后来知道是个体力活。是个体力活。来来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金玲玲，是呼啦圈世界吉尼斯纪录保持者。啊，先喘一口啊。您今年32是吧？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玩呼啦圈的？我是10岁的时候开始。10岁？嗯。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项枯燥的运动呢？因为小的时候那个在90年代都是大家风靡一时嘛，都在转呼啦圈。然后小的时候学过舞蹈，就是协调性可能比别的小朋友稍微好一些，所以就别的小朋友转一个呼啦圈，那时候能转2个。然后慢慢练，正好到杂技团有一个就是呼啦圈的这个项目，然后也是作为一个辅助的练习，然后开始练一个呼啦圈，甚至到20、30这样的练。那个时候就最多能转30个呼啦圈。家里会送去练杂技的话，这个家庭一般都经济上相对于要贫寒一些。我家就是一个偶然嘛，应该，因为小的时候杂技团是以着舞蹈的名义去招的那个学生，我小的时候在杂技团就是舞蹈班，然后我妈妈说，那小孩这么喜欢，就尤其小女孩嘛，那么喜欢舞蹈，那就去学舞蹈。结果学了2年以后，然后老师就说，你家孩子特别适合练杂技，然后就这样就慢慢转成杂技了。学了几年？学了7年。你什么时候开始表演的呢？大概是15、16的时候吧，然后来到北京以后，因为要生存嘛，必须要有一点就是自己的获得的那个奖项，然后名头在上面，所以在网上查了一个，是最早是英国吉尼斯的一个女孩，她转101个呼啦圈，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我那个时候最多才转60个，然后我就想，我要是一定要打破他这个记录，我拿到这个头衔，我出去演出的话会演出会多一些，能好生存一些。像现在表演是150个还好，就是我的吉尼斯纪录是在2011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那是305个呼啦圈。啊，哦，这不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啊，你是300多个。对，还这一倍啊。对，我看你今天105个，前后也没多久就掉下来了。你那300多个是保持了多久？那个是在15秒以上，但是我那天在舞台上坚持了20多秒。你超过了那个曾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多少个？对，超过了他3倍。哦，那还是有意义的，还是有意义的啊！瞬间觉得他那个差太远了。他可能，我估计可能去搞别的职业吧，因为他的那个记录。这话太残忍了，让别人改行啊，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那你拿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一刻，心里什么感受？
还是很高兴的，然后就觉得当时这么多年的苦然后没有白白付出。啊，你苦到什么程度呢？也不是，反正怎么说，就是可能跟一般正常来北京人北漂的一样吧，住地下室。对，没有专用的洗手间。没有，对吧？对，这个窗没有窗户。没有窗户是吧？有的时候厕所的水还老是漫上来。对，是吧？对，然后下大雨还往下漏水。你最苦的时候你穷到什么地步吗？跟我们说说吗？最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就是周边还有几个小姐妹，我们一起就是人家喝的那个矿泉水瓶我们捡在一起然后出去卖。然后就卖了一点钱，然后我们买水果分水果吃这样。还有吗？我们住的是上下铺，然后我还是在上面住，因为我下面是比我小的小孩，我怕他晚上半夜摔下来。然后我就每次晚上就是演完出以后上到床以后，那个墙皮都掉在床上，我就扑了扑了，然后还有蟑螂这些潮虫。那个时候坚持了能有2年多吧。所以现在想一想怎么样？我其实我挺感谢那个阶段的，如果没有那个阶段我可能成就不了我现在。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哪怕苦一点累一点我都能坚持挺过去。马瑞又触到了你的伤心事了哈。马瑞也过过这样的日子啊。我们应该很多人都过过类似的这种日子。其实涂老师，我觉得我很有感触的原因是因为我前几天你知道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情，我在百度搜索说怎么才能快乐，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快乐过这件事情。但我后来我真的认真回想这十几年的快乐就是在地下室那个奋斗那个阶段。我们那时候呢洗澡是4毛钱1分钟，为了省钱刷卡嘛，然后你就会去在冷水管把头发先弄湿打完，然后马上继续洗澡，然后洗2分钟，然后厕所是一排，然后包括在2平米的房间煮火锅。我是觉得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特别的宝贵跟珍贵，因为你觉得那个时候你会每天赚100块钱，你觉得很开心。而且关键是在那种情况下，人在被逼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智慧很容易迸发出来。对，你总会想尽办法各种处理难题。然后对于生活那种抗争感也特别强烈。是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会选择大学毕业之后选择住地下室，或者来北漂的人会住地下室，应该很少很少了。但是曾经住过地下室的人，你会觉得这是你人生中特别宝贵以及难忘的经历。那个阶段是最快乐，因为那时候你最简单，就你有一份小小的被认可，你觉得很快乐。我现在偶尔回到原来租住的那个房子的地方，我都在想这里面又住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男生。我有这个感觉。我会想他获得过很多荣誉啊，这个同时转动105个呼啦圈，轻松打破白俄罗斯女孩的记录，随后又是280个呼啦圈旋转21秒，2年之后转动285个呼啦圈坚持20秒，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在2011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同时转动305个圈坚持23秒。